刚刚发布的小米 MIXFold2 采用了全新的微水滴铰链方案，使得枕机十分轻薄，但遗憾的是无法实现任意角度的折叠悬停。折痕方面也是目前流行的宽且浅的折痕方案，这样的好处就是即便是强迫症患者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正面使用时没有折痕的困扰，但侧面清晰可见，依然是轻薄的定位，因此也没有做屏下指纹解锁，指纹电源键跟音量键保持一致，因此侧边中框美感度够高。系统方面，全新的 MIUI 大屏体验借鉴了平板 UI 的元素，导航栏添加了常用应用的图标，还有非常多的原子组件，可玩性很高，三指横滑即可快速分屏，半屏游戏时顶部区域可以直接挂两个小窗，游戏聊天两不误，内置的壁纸和主题颜值也够高。尽管 MIXFold2 有不少缺点，但轻薄定位让整机的好感度倍增，外屏比例也不再是遥控器，内外屏都是120赫兹的三星屏，屏幕素质也十分到位，再搭配上一个感动人心的好价格， MIXFold2 必定能够支棱起来，大卖不难，你们说呢？